Hello， 大家好啊！今天然后就是这个马肠子卖了好多了，伊犁哈萨克族的熏马肉、熏马肠，就是大家都说好吃是吗？好吃呢，这个是哈萨克族独有的啊，就是咱们说哈萨克族美食当中独有的。来记住我这个牌子啊，我这个是咱们新疆，整个新疆number one，天花板级别的啊。然后咱这熏马肉、熏马肠呢，现在有三个厂子，今后啊，草原龙牌或者是那个子龙牌，绝对是这个厂子啊。这个好多人问我这个马肠咋做啊，什么都不用，看了吗，就这个锅里放清水啊、清水，不放盐，不放姜，不放葱，什么都不放，盐都不放。为什么让你们拍这个马肠子呢？这个马肠当中我给你们带一块马肉啊，这块马肉你们回去尝一下，好吃你再拍马肉啊，就是就不用马肉跟马肠都拍啊，清水啊，冷水下锅，把马肉啊到锅里。看这个，这一根肠是1公斤啊，来给你看看，它已经是果木炭熏制半干了，已经熏制半干了，1公斤，这根本吃不了啊。但是这个冻着呢，冻着，然后咱们就是我这锅着不开，先化一下，什么都不要放啊。你看别的东西，你买完之后回去得放啥？放一些个那个葱姜蒜，什么都不用放，咱们纯是果木炭熏制而成的啊。清水炖的大火给它烧开，撇去浮沫之后，小火啊，给它炖上1个小时至1个半小时，找筷子一扎，烂了透了，然后倒出拿出来。前提啊，再跟家人们说啊，这个糖为什么多加点糖呢？这个糖一定不要倒，这个糖咱们下点面条，这就是新疆咱们独有的美食，叫马肉纳人啊。下点面条，然后是放点什么？放两颗芹菜，然后再切成，把马肠切成片，再放到那个碗里，真正地地道道的马肉纳人。你们可以尝尝新疆。我们剩下这些糖，就这裹这个糖，然后咱们就煮点面条吃啊。这纯纯的熏马肉、熏马肠，熏制而成的。打包快递发家了。好嘞，我们俩今天啊，小李刚呢，今天就是熏马肉、熏马肠了。明天是牛骨头啊。刚煮出来的那个熏马肠子，真的太好吃了。我没说吗？我为啥要今后要做自己的品牌的马肉马肠子呢？就是因为它太好吃了。冬季吃吧，然后咱们是吧，牧民吧，血还热，然后吧，它确实挺诱人，直接一块都放肉。我这个卖这个马肠，你说咋的？太瘦了。明天我再跟厂说说啊，然后稍微加肥一点，越肥越香。炉子生上了，天暖也着了，明天发电机也到了，美好的生活。马上开始，看看这小炉也热乎起来了，小热气儿也冒着。来，咱再看看咱们的小车。
把这也降服了，嗯，乐乐也，他也乐了，嗯，怎么了？有点不高兴呢？高兴点啊！看看我们幸福的一家，乐乐是吗？再看看我们幸福的谁？巴特。我们三个就是幸福的一家。那玩好。睡觉。这吃完那个马肉马肠子，再找那个糖，下点面，这全身真的热乎，也暖和。然后今天把炉子也弄完了，弄完之后呢，我们柴暖也到了，家人不用担心了啊。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，五条狗和一个猫，哎，怎么办？这小猫还行哈，它吃少一点。等到巴特呢跟多多也大了，咱煮点面条，它能吃都吃了。现在就这三个小家伙呀，这三个小家伙今天给它煮的面条不吃。然后后来等到谁呢？等到美智又买点奶粉，又买的一个就是那叫，啥豆奶，讲一着吧。那今后不吃也没办法啊，那咱们从外面就这样，煮点面条，加油吧。咱就说，好多人都劝我，把那个就是这几个小狗是吗？赶紧给扔到外面去。哎，但是吧，我不会啊，遇到好人咱送他啊，哪怕我少吃点。加油，看看，乐乐没了啊！这又来个大乐乐，看，乐乐跟大家打声招呼，嗯，看他小样。